小雨，朕命你赈济灾民已有多日，为何还有那么多的地方上书要求赈灾呢？陛下，赈济灾民的粮食已经用尽，朝廷已无粮可赈。永丰仓不是有粮食吗？为什么不拿出来？陛下，永丰仓的粮食乃朝廷备战之用，是防备突如其来的灾难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用。百姓生命垂危，用自己的骨肉换粮食，这就是灾难。陛下，国家最大的灾难是外敌侵入，若有强敌进犯大唐，手中无粮，军队将无力御敌。隋开皇十四年，天下大旱，隋文帝不允许用朝廷的积粮赈济灾民，反而让百姓自己到山东谋食。朝廷的粮食一年比一年多，大隋积蓄的粮食可供朝廷食用50年，但最终大隋还是亡了。国家的灾难不是外敌入侵，不是天灾，而是民不聊生，百姓无以生存，他们能相信朝廷吗？小雨，关中赈灾你没有尽职，仆夜你就不要再当了。臣领旨。房玄龄、杜如晦。臣在。从今以后，房玄龄就是朕的左仆夜，杜如晦就是朕的右仆夜。臣领旨。臣绝不辜负陛下的信任。魏征。臣在。朕命你做尚书右丞，守秘书监。臣领旨。赈济关中灾民由房玄龄负责，杜如晦仍负责精简官吏。臣遵旨。房玄龄，人以衣食为本，国以人为本，凡有积粮的仓城你都可以调粮，不许饿死一个百姓。臣明白。魏征。臣在。草拟一道诏命，调拨御府的金帛，为那些被卖的子女赎身，让他们回到父母身边，阖家团聚。陛下时时以天下为重，以百姓为存，令臣感动。朕不敢对不起朕的臣民呐、啊！你也对朕说过，民为水，君为舟，水可载舟，亦可覆舟。陛下，还有一事臣有所不明。讲。前些日子，陛下应突利可汗的请求，派李靖、李济率军征讨协力。若此战能胜，大唐北部便无忧患。永丰仓的粮食若赈济给灾民，远征的军队将无粮可用。李靖、李济的军队已经带足了一年的粮食，军队远征风云莫测，若年内不能取胜，将无功而返。再者，永丰仓的粮食毕竟有限，若明年再遇灾害，朝廷将无粮可用。朕还会有粮食的，不知陛下的粮食在何处呢？贞观元年以来，关中、山东等地连年天灾，尤其是贞观二年的关中大旱，饥馑不但危及百姓的生命，也危及到大唐王朝的安存。唐太宗李世民像历代帝王一样，将五谷丰登的希望寄托于上天。
克明。朕决定不再祈求上天了。魏征，朕这几日辗转反侧，不能入睡。朕自登基以来，连遇灾害，先是河南，再是山东。去年关中淋雨，今年干旱，为什么上天总是与朕作对？难道是不想让朕做皇上兴大唐吗？陛下，日月转换，风雨无情，自然灾害历朝历代皆有，并非上天与陛下作对。这个道理朕也懂，可是上天总无甘霖，如果今年谷粮还没收成的话，就真的被裴寂说中了，明年朝廷将无粮可用。陛下，古有大禹治水，战国李冰修建都江堰，秦汉有郑渠白渠，都是引江河之水灌溉万顷良田，旱涝有收。太上皇在位时不也修过七处水渠吗？陛下为何不引渭河之水灌溉关中的田地呢？陛下，臣说的不对吗？魏征，上天让朕得到你，那是对朕最好的赏赐。朕曾经埋怨上天，为何天不降甘霖，滋润我干枯的土地，养育朕的子民。上天对朕说，只有无能的人才怨天尤人。朕不是无能之人，朕的朝臣、朕的子民也都不是无能之人，所以朕不再怨天。朕决定开渭河之水灌溉干涸的良田。诸位爱卿，你们认为朕的决定如何？陛下，渭河之水乃龙脉之水，不能开河。陛下，开龙脉必危及大唐，龙脉不能断。渭河不能开。是啊，陛下，陛下，渭河不能开呀，不能开。听你们的意思，朕开了渭河，大唐就会败亡了？陛下，大业十年，隋炀帝要离开长安，隋朝太史令宇智拼死劝谏，可炀帝不听，还是离开了大隋的根基长安，最终倾覆。前车之辙，后车可鉴呐。朕开渭河，与隋炀帝离开长安，行的不是一条路啊。陛下，隋炀帝离开长安是抛弃了大隋的根基，陛下若不改初衷，开渭河断龙脉，那就是毁了大唐的根基。朕开渭河为的是社稷，隋炀帝离开长安为的是游历天下，炫耀富裕，朕与隋炀帝怎么能相提并论呢？陛下，开渭河非一人之力，必累积千千万万百姓。昔日隋炀帝开运河，就是因为民力用尽，才导致百姓怨恨反叛。陛下在朝上说过，隋朝的教训刻骨铭心，陛下不要忘记大隋倾覆的教训。陛下今日开渭河，必然令百姓怨声载道。陛下，裴大人说的有道理，若因开渭河而令百姓怨声载道，那将比干旱带来的灾难更大，请陛下慎思。请陛下慎思。请陛下慎思。冯玄龄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陛下，
慎思有意。你的意思也不让朕开，为何？人心不可违。魏征，你呢？陛下，慎思方知人心。他没有坚持吗？没有。太上皇，受此挫折也好，会让皇上成熟起来，明白朝臣之心不可违，龙脉不可断，民力不可滥用。可是若上天再不赐甘霖，朝廷即使不滥用民力，百姓也会背弃大唐的。太上皇可以亲自出面祈求上天。甘霖是上天赐予的，祈求是得不到的。陛下，慢点。朕要开河，开河。陛下，你喝醉了，赶快躺一会儿吧。朕不会醉，朕永远都不会醉，朕就是要开河，开渭水，开河。朕要挖河，朕要挖河，陛下，挖河，开渭水。陛下，你是皇上，又不是平民百姓，你挖什么河呀？朕挖河，快躺下。朕要挖河，挖河。朕就是要挖河，挖河。陛下，挖河，挖河。百姓，挖河，百姓。皇上驾到！吾皇万岁万万岁！诸爱卿请起。谢万岁。朕今日微服上朝，诸位爱卿一定百惑不解吧。前日上朝，诸位爱卿担心朕跟隋炀帝一样，开渭河累积到百姓，使天下怨声载道，劝朕慎思。朕慎思再三，终于想通了。古时大禹开山治水，跟随他的百姓历尽艰辛，却无人怨恨，为什么？因为大禹与他的百姓同苦同力。朕如今开渭河，也是为了百姓，图的是五谷丰登。朕虽不能说与大禹同举，但朕愿效仿大禹，与百姓同苦同力。朕今日要身体力行，亲往渭水开河。朕不诏命你们，愿意跟从朕的，朕欢迎；不愿意跟从，朕也不怪罪你们。乡亲们，你们这是？大人，你们是去开渭河吗？对。但是我们不会破坏大唐的龙脉，不会累积百姓。我们是为了引渭河之水，灌溉田里的庄稼。大人，我们跟你去，开河引水。他是皇上，他是皇上，他是皇上。
陛下，去年关中粮谷丰熟，山东河南的粮食有余，塞外归来的百姓以及四夷归附大唐的新民共120万之多，大唐振兴在望。陛下，今春省市科举及第者31人，及第举子皆文辞出众，才华横溢，吏部根据他们不同的才能授予不同的官职，请陛下恩准。朕又得了31个治国人才，这对朕来说是令人欣喜之事。所授官职嘛，就按吏部的奏章为准。遵旨。陛下，经过1年多征战，李靖在阴山大败协力，俘获其随从10万之众；李绩在大气之口拦截协力残部，俘获其随从50000余众。大同道行军总管任城王李道宗追击败逃的协力，在荒谷将其俘获；副总管张宝相押解协力赶往京师。大漠以南广阔的土地已归附陛下。秃立，你还记得当年我们在洛阳比射吗？终身不忘。是朕的一箭双烟？不是，陛下称臣为兄弟。你当时说你以前多次来大隋，称北胡为兄弟的朕是第一人。陛下也记得这么清楚啊？朕也是终生不忘啊，兄弟。陛下，你是叫臣吗？是啊，如今你还是朕的兄弟。如今秃立是臣，陛下是君。哎，为臣就不是朕的兄弟了吗？秃立兄弟，今天我们再比一次射术如何？陛下，不要叫陛下，你应该叫我兄长。兄长，请。你的功绩亘古未有，为父敬你一杯。没有太上皇的信任，皇儿不会有如此功绩。皇儿谢太上皇。嗯，好。哈哈哈哈，哎呀，当年在太原举义，为了不惜扰百姓，也曾经向史弼称臣，想起来常痛心疾首，可今日就不同了，啊！秃立去年投了大唐，如今竭力又在长安向你叩首，吾儿终于替为父一雪耻辱。来，为父再敬你一杯。收复竭力，安定草原，乃大唐君臣百姓群策群力，非朕一人之功，请太上皇允许皇儿与群臣同饮同贺。好，为父准许。诸位爱卿，请举起酒杯，用这杯酒与吾儿同喜同贺。干！干！干！你把这些都找出来干什么呀？陛下昨晚说今日射猎，臣妾便为陛下准备了。朕不去了。暮春已过，禽兽不再哺乳，陛下可以去射猎了。朕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了杜如晦，也不知道他现在的病怎么样了，朕要去看看他。更衣。
上驾到。民妇叩见陛下，吾皇万岁万万岁。快快平身。杜夫人，可明这是怎么了？陛下，可明他。就在今天早晨，他已经去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就这么突然？可明病得这么重，怎么就没有人告诉朕？陛下，昨夜可明昏厥多次，下人要去禀报陛下，可他不让去。他说北湖人归附大唐，陛下正在庆贺之时，他不愿意给陛下带去晦气。他还说什么了吗？他今天早晨最后一次醒来，他说他梦见了陛下，他说陛下今天会来看他。让民妇交给陛下的，陛下，臣不能辅佐陛下了，请陛下不要为臣的死而难过。子子侍奉陛下，知无不为，臣不如玄灵。文武双才，领兵可为将帅，治国可为宰相，臣不如李靖。以君王不及尧舜为耻，直言进谏，臣不如魏征。积浊扬清，嫉恶好善，臣不如王圭。还有温彦博、戴胄、张玄素，他们都比臣贤能。有这么多良臣辅佐陛下，是上天对大唐的恩惠，大唐一定能振兴。可明，这是在安慰朕？朕失去了可明，如失去了臂膀，朕心里面难过。陛下，自古人生总有一死，陛下不要为臣难过。朕怎么能不难过呢？可明，你这是累的，为了朕，为了大唐，你累到了。当初你和克明同时辅佐朕。
如今只见玄灵，不见克明了。陛下如此的怀念克明，是因为克明忠诚地侍奉陛下，为了振兴大唐，他兢兢业业，死而后已。臣当效仿克明，鞠躬尽瘁。鞠躬尽瘁，说得好。如果为臣者都能像克明，那么大唐何愁不兴？臣屈突通叩见陛下。哎呀，屈突大将军，快快请起。谢陛下。屈突大将军，洛阳怎么样啊？啊，好啊，百姓安居乐业，日无斗勇，夜无盗贼，许多人家夜晚常不闭户而寝啊。屈突大将军，几年没见，你也会说大话了。臣从不敢说虚言，臣镇守洛阳，几乎无事可镇呐。好，那有朝一日，朕一定亲临洛阳，看看屈突大将军所说是不是句句为实。来来来，陛下，陛下，来来来，屈突大将军，来坐。臣不敢。哎，让你坐你就坐嘛。谢陛下。哎呀，臣还是不敢。坐，这是圣旨。谢陛下。大将军，你再说洛阳还有什么好消息？陛下，你知道洛阳如今的粮价是多少吗？多少啊？贞观元年一斗粮要一匹绢，那就好几两银子，如今你猜多少？一两五文钱。这么便宜啊？粮食丰收了还要便宜，也就三四文吧。好，好极了，百姓有了粮吃，社稷就安定多了。屈突大将军，洛阳城外乡下的百姓又如何？陛下，臣从洛阳到长安，这一路上都是五谷丰登，百姓的脸上堆满了笑容。这么多年，臣还没见过如此好的收成啊。好，朕真是太高兴了，朕为大唐高兴，为大唐的百姓高兴。屈突大将军，你这一次回洛阳，朕有件重要的事情还要托付于你。陛下下一道诏命便是，何必说托付呢？朕想让你去打听一个人。什么人呢？月容。月容？隋炀帝的公主。哦，臣知道了，如果她在洛阳，臣一定找到她。不是找，是打听，此事不便张扬，一旦有了消息马上通知朕。臣遵旨。陛下，各道各州县送来奏报，臣认真核算，各州县都有余粮。百姓们怎么样？百姓衣食有余，离散的黎民全返回乡里安居乐业，米一斗不过三四钱，东到大海，南到五岭，夜不闭户，行旅不必携粮，沿途旅社都可供食，百姓的日子安定了，盗贼也少了，全年判死刑者只有29人。玄灵，只有29人？你的核对不会有误吧？臣与洪武馆的学士们认真核对过多次，绝不会有误。朕初登帝位时，有臣上书说，人主应独具威权，征讨四夷，只有魏征劝诫朕言武修文，中原既安，四夷自服。朕采纳了魏征的话，如今协力被擒，海内安宁，四夷臣服，这都是魏征的功劳啊。收复协力安宁海内，靠的是陛下的威望与恩德，魏征有何功劳？魏征此言差矣，朕的功劳是在于能任用你们这些贤臣，而你们也能尽职尽责，所以功劳不是朕的，
是所有为大唐尽心尽职的贤臣的。不过玄灵所说朕还真是难以相信，夜不闭户，行不斜梁，朕要亲自去看一看。皇后你看看，朕像不像一个读书人啊？哪里不像？不是衣服，是眼神。陛下的眼神里总有帝王之气。那怎么办？那朕也不能闭上眼睛 装瞎子啊。陛下忘记自己是皇上，眼神就像了。皇后说的对，朕一出皇宫就忘记自己是皇上，自己就是读书人了。皇后在上，读书人这就告辞了。一晃就是15年，沧海桑田呐。大爷，永丰仓的粮食每一粒都是朝廷的，我们没有权利。将军，我们不要好粮食，粮仓发霉的，掉地上大人不吃的，给我们就行了，秋后我们还给朝廷好粮食。令狐达，开仓放粮。将军，将军，你不认识我了？你是在叫我吗？是啊，你从前不是当过将军吗？将军？我没有当过将军，我是一个读书人呢。像，真是太像了。像谁呀？15年前呢，有一个年轻的将军在永丰仓外救过我。救过你？他是如何救你的？他打开了永丰仓城，分给我们许多粮食，我们一家人才没饿死啊。既然你没当过将军，那就不是你。不过你们长得真是太像了，只是他没长胡子。哎，等等等等啊，有件事情我想问问你。什么事啊？如今你们家可有粮吃？你真是个书呆子，如今哪家没有粮食吃啊？家家都衣食有足啊。那我再问你一件事情，你认为当今的皇上如何？这怎么说呢？就和当年救你的将军比呢？那可没法比。怎么，当今的皇上不如当年的将军？你呀真是个书呆子，当年的将军跟皇上比那可差远了。哎，不对吧，那个将军可救过你，救过你们一家，怎么能比皇上差远了？嘿，你会算账吧？当年的将军给了我一年的口粮，现在的皇上让我年年有粮有衣，你说谁好？这笔账我儿子都会算了。杜安，16年前我们第一次到洛阳也是元宵节。对，灯火辉煌灿烂，令人目不暇接呀。是啊，这件事我也记得，绕城墙一周，73里，150步。
这家酒馆我们来过。哎，我怎么不记得？不是跟你、啊、哦，是跟艳荣公主吧。你饿了吗？不饿。我饿了。那咱们进去尝尝吧。洛阳的面啊，就是好吃。再来一碗。嗯，不来了，吃饱了。啊，客官，你是不是二哥？二哥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哈、啊，有一个姑娘说有一个叫二哥的人会到这儿来吃饭，如果他来了，叫我把这个交给他。他人到哪儿去了？走了，到街上去了。哎，公子，二哥，月容，我知道你会来。你为什么不去长安找我？你是觉得我的王朝还不强盛，我的子民还不富裕，是吧？二哥，还记得16年前的元宵灯会吗？灯火通明，增波绕树，月鼓升平，百计竞技，何等辉煌。如今虽然没有当年那么的富裕，那么的炫耀，但是有百姓脸上的笑容，这笑容让我感到欣慰。笑容好，无论多么辉煌炫耀，都不如百姓脸上的笑容让人感到亲切。二哥，我喜欢今天的元宵节。月容，再过16年，不但我的百姓会脸带笑容，国家也会更加的富裕辉煌，你相信吗？我相信。唐太宗李世民在位23年，他为了振兴自己的王朝，接受隋朝灭亡的教训，顺应天下思治的民心，任用贤能，从善如流，爱惜民力，不分华夷，为开创唐朝的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，后人称之贞观之治。把领上你的风采。
痴情的虚名，承接着趟风寒雨，红尘中你的足迹，总在人世间演。千年的恋曲，常在我。